亚里普顿啊，应声弹出啊，奔腾啊最快嗰只噶，中间仲有一齐同一齐出嚟，仲有大利多啊，入边就系掌门噶，大我嚟慢慢埋紧嚟，你见到星运来同埋呢只偶像嘅话，跟住中间上紧嚟就仲有鸡尾酒啊，鸡尾酒外边嗰只系实业先锋，跟住中间南山嗰只系信必胜，入边仲有电子麒麟，原居民就守住内栏嘅位置噶。尾三位置見到日發射，尾二就是內欄的西單路，在細尾就是呢個喜年精神，佢哋同埋有冇九個馬位左右。好啦，去到飛機場仔嗰度啦，帶頭而家見到咧就係呢個大利多放咗出頭嘅，個零馬位之後咧見到偶像就喺第二位，成兩個幾三個馬位之後就見到第三位就係掌門，掌門之後外邊就係奔騰嘅，奔騰兩個馬位之後就係原居民，原居民兩個馬位之後就見到星雲來，星雲來一個馬位之後咧就係呢個信必勝，信必勝外邊嗰只咧就係實業先鋒，入先鋒入邊嗰只係西單路，西單路外邊嗰只就係雞尾酒嚟噶。尾三位置就見到電子麒麟，尾二就係發射喺細尾喜年精神，佢哋投翻成十五個馬位咁遠啊！哇！大利多用放繞戰略，要兩個馬位先領先噶，上嚟第二位就係偶像，偶像成五個馬位之後先至見到掌門，掌門過半馬位之後就係奔騰嚟噶，奔騰再三個馬位之後騎緊嘅咧就見到原居民外邊嘅就係星運來嚟嘅，最後少少咧就跟住見到實業先鋒拍住信必勝噶，雞尾酒同埋西單路兩隻馬一對馬一齊拍緊拖啊，都相對後嘅位置，睇到後邊仲有發射啊、電子麒麟、喜年精神仲喺尾，佢哋投翻成十五至二十個馬位噶啦。好啦，差唔多預備轉咗半個彎噶啦，大利多而家扯戰扯咗就放咗出頭嘅，偶像上到嚟第二位，一對榮志健三馬，掌門奔騰分別佔三四，星運來而家就開始預備踩緊油啦喎嚇，咁最後少少而家上咗嚟，就見到實業先鋒同信必勝中間仲有西單路入邊仲有原居民嘅，雞尾酒拉出大個難衝戰後邊上嚟，仲有喜年精神中間仲有電子麒麟睇曬尾就係一發射啊嚇，轉正彎入正直路，大利多而家就放咗出頭啦，而家第一隻上嚟追佢，見到星運來外邊上嚟仲有西單路，大我嚟上嚟仲有實業先鋒同雞尾酒兩隻馬嘅，前面星運來三排兩半之下已經拍住大利多，而家上嚟仲有奔騰嘅，外邊雞尾酒而家開始踩油，會唔會稍微遲少少啊？前面星運來三排兩半之下出得頭，雞尾酒喳喳聲佢嚟追佢，中間仲有原居民入邊仲有大利多，不過星運來似乎有機會贏一場賽事啦，冇錯啦，星運來應該可以捧走女王杯，跑第二名雞尾酒，第三名嘅原居民，第四名係電子麒麟嘅。